大家好，我叫 Alice。 我有一个单位是比市价平200,000左右。 What？ 业主要卖这个单位马币135万，单位总面积有1274方尺，这个单位总共有3房3厕。由大厅的窗口望出去，我们看到一片无敌的高尔夫球场，一片绿色的大地。现在我们看看客厅的冲凉房是有共大。现在来到第二间房，第二间房有attached toilet 的，这间就是二房里面的 attached toilet。 现在视频影视，大房有两个窗口位，而大窗口是可以望向高尔夫球场的景观。全部窗口位是落地玻璃的。这间就是大房里面的冲凉房。来到第三间房，第三间房的景观就会和大房的景观相同，一样可以望向高尔夫球场。Tropicana Gardens 这个单位就到此完毕。假如你看开过后对这个单位有兴趣，不妨和我预约时间参观这个单位。多谢大家收看，这个是我的联络号码，假如有清楚的地方，你们可以 WhatsApp 我，又或打电话给我。来到 Tropicana Gardens， 我会解释更多发展商接住落嚟嘅项目，同埋佢嘅商场设备、会所设备、学校、医院、交通方便等等。我哋下一集再见。